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偷看 B 土机进度。没错，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某某原因，所以某些原因，所以就没有在上个礼拜没有拍，这礼拜你要把进度补回来。那上一次的男主角坎如，诶，坎如不在座位上。好，他推荐我们面前这位英俊的帅哥，英俊帅哥二号，因为上次坎如是一号，然后来为我们介绍这一期的 B 土机。那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摩西达的新的成员，那我是明哲，那我是收尾的 engineer，对，那目前我刚加入摩西达，那觉得在这边工作非常愉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 B2G Project 目前的进度，好，来吧。来吧。现在旁边虽然有工程的声音有点吵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话讲大声一点，无所谓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第一要个这是什给么？大家看的是我们的 B2G，目前呢可以透过 Web 的技术去播放音乐的功能。音乐啊，大家上一期有看到，应该发现我们界面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没错，一直都会在改变。对，好，这个是我们内建的一首歌，请内建大家的歌，好。听听看。好，目前没有画面，不过没关系，有声音，有音乐，有播放条，够了，没关系。之后会有画面啊，当然之后会有画面。好，还不错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 demo 另外一个小帅体在我那们边，同事小帅体，对对，一个新的输功入能，法。关于输入法新的功能。上次其实大家已经有看过输入法了，但是这次又有一些新的进展。OK，我们先看看你看按住之后，按。哇，现在有一大堆的输入法，哇，而且还有一个 debug 用的时装可以用，哇塞，好棒哦！来，我们先切到注音输注入音。法。好，那以前啊，如果你按错的话，你只能再重打。现在不需要喽，现在你只要按错的话就，就比如说我们要打，不啊，我跟们着只要啊，然后因为我不小心按错了，哎啊。呀，我就滑到旁边去。你看，现在已经有这个滑的树桩出来喽，还不错吧？那刚刚在影片里面我们没有秀到一些东西，且让我来示范一下。有没有发现它延迟很严重呢？哎呀，如果想要一起改进这个问题的话，就麻烦上 B2G 的网站，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改进这个问题。对，欢迎大家，对我们的 project 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B2G Mozilla B2G 的 wiki，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资料。对，那 Wiki 的网址在哪里？wiki 的网址，请看这张小抄。小抄，哎呀，对焦有点对不太到哈，直接念 wiki 搭 mozilla 搭 org，然后 slash b2g。好，那刚刚小抄大家也看到了嘛，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功能要秀，就是今天的尾声。对，那好。这个呢是由上一次的男主角坎如他在开发的，所以我们刚刚发现别人的手机都不能用，只有他的手机可以用，因为只有他那边有关而已。对，好，来，你看看，我们现现在在来，用网页技术拍照，已经可以成真喽。哇，是慢半拍的相机耶！但是，哇，来，后我面们找也一下看得我到，们的作者。作者在后面，他转过去了，他不给照。好，没关系。那这个程式的目前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刚刚作者坎如大大他跟我们讲的，他我说们呢，摄影师的庐山真面目也出来喽。哎，我刻意的把它往下移了。他说这三个键看起来都很有作用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随便按一个键，哎，随便按一个键，好。然后 B2G 就会神奇的 crash 掉重开哦，哇，好，很棒吧？果然是开发中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那我们这一期的偷看 B2G 进度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欢迎大家下次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看，跟大家说个拜拜吧。拜拜。